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中国汉族传统文化的文书工具笔墨纸砚被称为文房四宝，这种称呼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历史上文房四宝所指之物屡有变化，不过自宋朝至今，文房四宝就特指湖笔、徽墨、宣纸和端砚。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位于文房四宝之首的湖笔。湖笔是产于中国浙江省湖州市善莲镇的毛笔，以工艺精湛、品质上乘著称。湖笔与宣纸、徽墨、端砚合称为文房四宝。2006年，湖笔的制作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湖笔是毛笔的一种，产于中国浙江省湖州市善莲镇。相传秦始皇的大将蒙恬是湖笔的制笔祖师。当时蒙恬撰写奏折时所使用的书写工具非常不便，于是蒙恬就在夫人卜香莲的协助下将工具加以改良。蒙恬用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背，发明了毛笔。后蒙恬曾去湖州善莲，便将技艺传给善莲百姓，后人称之为湖笔，这便是传说中湖笔的起源。湖笔兴盛于元代，到了明代，湖笔制作技艺日臻完善。明代的《弘治湖州府志》记载，湖州出笔，工遍海内，执笔者皆湖人，其地名善莲村，村有寒山，山巅浮土，其拙如笔。这段文字的意思是，在明代，善莲便是全国的湖笔制作中心。善莲有一座寒山，山上耸立的宝塔就像一支毛笔。据《永乐大典》记载，明代善莲家家制笔，制笔的收入超过了农耕的收入。湖笔兴盛于元代，湖笔的成名与元代一位大书画家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就是赵孟頫。号称日书万字的湖州人赵孟頫对湖州当地的湖笔制作技艺十分关心和重视，经常与笔工探讨制笔技艺。据《湖州府志》记载，赵孟頫曾要人制笔，一管不如意，即令拆裂重制。元代时，湖州制笔能工迭出，湖笔之名就此奠定。湖笔又称湖影，所谓影就是指笔锋尖端一段整齐透亮的部分，因精细和复杂的制作技艺，有湖影之技甲天下之说，而湖笔制作精细这一特点也一直被延续至今。那么湖笔的制作工艺究竟如何精细，它的特殊之处又在哪里呢？湖笔一般需要经过择料、水盆、结头、装套、镶嵌、择笔、刻字等12道大工序，而每道工序又分为若干道工艺，可细分为120多道小工序。无论大小工序，都需要精益求精。在众多工序中，以水盆和择笔两道工序要求最高，最为讲究。水盆工序又称水作工，笔工们用脚梳将脱过枝的毛料在水盆中反复梳洗，逐根挑选，按色泽、软硬等不同级别进行分类组合，做成刀片状的刀头毛，然后再放在水里捋稀毫分，整个过程非常精细。择笔也是分拣毫毛的一道工序，一手握住笔杆，一手拿着修理工具，把制成的半成品毛笔笔头中没有锋影的笔毛剪去。一支具备了锋影的湖笔，笔形优美，书写时韵墨饱满，又可以写出笔锋。湖笔分为羊毫、狼毫、尖毫、紫毫四个大类，湖笔中最经典也最常见的是羊毫笔。一只山羊带有锋影的羊毛一般只有30克左右，全部出自山羊的腋下。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对此赞道：“千万毛中剪一毫，毫虽轻，功甚重。”
湖笔的兴起，除了笔工精细的制作工艺之外，还与产地湖州的书画文化活动有着莫大的联系。湖州历来是东南行胜之地，历代才子迭出，文风不绝。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苏轼等都曾经为官或寓居湖州，更有曹不兴、贝聿渊、朱沈、燕文贵等湖州籍书画俊才。其中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曾经做过湖州太守，永兴寺相传曾经是他的旧宅。王羲之的七世孙隋代的智勇禅师曾在永兴寺研习书法30年，用坏的笔头堆满了5个箩筐。后来智勇禅师的书法声名远播，书画文化的兴盛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湖笔的发展。湖笔被誉为笔中之冠，不仅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关键还在于它的内在品质，也就是制作技术标准和书写效果上的质量标准。总括起来就是三艺四德。三艺是指精、纯、美，这是从技术上说的。精是指每道工序都一丝不苟。纯指选料严格细腻，以千万毛中选一毫的态度进行。美指形色及配合的毛感、刻书、装潢等高度统一。四德指奇、锐、圆、健，这是从书写效果上说的。奇指笔头饱满浓厚，吐墨均匀。锐是笔锋锐尖不开叉，利于勾捺。圆指圆转如意，挥洒自如。健指健劲耐用，不脱散败，有弹力而显舒者笔力。兴盛于元代的湖笔在几百年间一直为文人墨客所钟爱，它记录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也见证了中国的书法和绘画成为世界公认的艺术。2006年5月，湖笔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参与实时互动。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他是东汉杰出的思想家，是汉代道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与发展者，他主张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他的著作《论衡》批判被神化了的儒学，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部不朽的无神论著作。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王冲。